神，是我。又是谁呀？上次打败莫影龙太简单了。打败莫影龙太简单了。上次啊，那个幸运大陆的是吧？这次打败黑姆，老规矩，什么东西都不给你，自己去开。老规矩，自己什么东西都不给我啊，我自己去开。兄弟们，又是这么多无尽幸运方块，咱们上次啊有点打脸，这次我都不信，这次我运气还这么背啊，兄弟们。兄弟们，这有个箱子，什么箱子？这有个黑姆的生成蛋啊，但是呢啊，咱们先不要放出来好吧？咱们不要先放出来啊，不能放出来。我就不信呢，这次第一次开啊，还是那个僵尸啊，我都不信了，随便开一个好吧？来吧，随便开一个，这么多应该都一样对吧？我开，这个没啥用。兄弟们，看来我需要喊咒语了。来吧，点关注的都是我爸爸。兄弟们，煤炭矿的这个没用啊，兄弟们，没用啊，这个咱们没有转换桌呀，开出这些东西也没用啊，兄弟们，咱们再换个地方开吧。来吧，点赞的都是我爸爸，你们不给力呀，爸爸们不给力呀。哎呦，这好像是中望珍珠，兄弟们，兄弟们，中望珍珠，梦影之眼没用，中望珍珠，兄弟们，末影珍珠。兄弟们，好起来了，好起来了，中望珍珠啊！但是呢，还是打不过黑魔。来，继续啊！来，我的发，来，快给我来把武器，来把武器，来把武器，武器！我的妈耶！你慢慢飘去吧，拜拜！慢慢飘去吧，拜拜！兄弟们，咱们好像看出了个无尽矿的东西。兄弟们，无尽矿的这个东西被我给压走了，兄弟们直接被吞掉了。不过呢，咱们要无尽矿也没啥用，因为呢，咱们没有转换桌呀，兄弟们，这就是啥？兄弟们，一个钻石山没啥用啊，钻石山，来把剑好吗？我就不屑开不出好东西来。来吧，祝我粉丝们身体健康，兄弟们，这怎么全是钻石山呢？但凡给我来个转换桌，我就能发财，兄弟们，就是没有转换桌呀，兄弟们。兄弟们，你们看我开出了什么东西？哇，无尽弓！兄弟们，无尽弓啊！兄弟们，好起来了，好起来了！无尽头盔！这打败黑姆的装备啊，这不就有了？我就不信呢！再给我来个装甲好吗？巨大的江江，去死！不是，这无尽弓塞怎么这么小啊？死了，终于死了！这无尽弓塞怎么这么小？无尽弓啊，这无尽弓不给力呀，兄弟们，来吧！又是这个无尽快的这个，但是呢，我不要这个东西。我也不要这东西好吗？这上面是无尽幸运方块，我不需要这么多无尽幸运方块的。来！兄弟们，我捡到两张萝莉卡片。捡到两张萝莉卡片。兄弟们，你们要看吗？要看的扣波一好吗？捡到了两张萝莉卡片啊，咱们看一下好吧。二次元。不过这个好像看过的。给我来个装备。给我来套装甲好吗？装甲怎么全是这东西？或者给我来个稿子。失鹰的。哇，兄弟们，这直接的成这些矿物山了，兄弟们，我的发，兄弟们，要不咱们现在就到召唤吧。来吧，黑姆，咱们直接用无尽弓干死黑姆好吧。来吧，来宝贝。我的发呀，你呀，来，掉下去了，来，兄弟们，这怎么还有打枪的呀？不是，这怎么还有打枪的？我打黑魔的，你过来干什么？我的妈，我被我自己杀了，我要去打黑魔啊！你们无关人士啊，不要来打扰我好吗？咱们直接丢，中望珍珠，来把中望珍珠啊，直接开炸好吧？来，黑魔啊，区区一个黑魔而已啊，不足以挂齿好吧？不死，来，我
哦，兄弟们死了吗？我的发，这么点血竟然不死，开命刀了吧，这是买命刀了吧，兄弟们，他这是买命刀了吧。哦，死了，兄弟们，这黑姆终于死了，丢了这么多中化珍珠啊，把他丢死了，兄弟们。哦呵，我发现这中化珍珠蛮好用的。哎，我黑洞，我想看看这黑洞里面是啥东西。哎，这啥呀，